好呀，给我拿个跳跳糖。我给你拿啊，给你。我先吃一个，你还差5毛钱啊？我怎么差你5毛钱啊？我刚才给你的1块，你不应该找我5毛吗？1块吗？我也记不清了。哎，要不然那5毛，你抽龙珠吧。好吧，那我就抽龙珠吧。嗯，吃个跳跳糖肯定能中1号龙珠。1号大龙珠，就你了，一定是1号大龙珠，零，再出来个1号大龙珠，4号也不错嘛，来个对奖。哎呀，可以呀、二狗子，害我又得损失1颗大龙珠，我给你对奖啊。2号、3号、4号，给你。嗯，这大龙珠金灿灿的，黄不拉几的，真好看。走了啊。哎，早知道是5毛钱，我就不让他抽龙珠了，照给他钱就对了。你们说是吗？